嗨，大家，嗨嗨，嗨嗨，我还没吃够，我最近真的有点狼狈。谢谢大家的会员票，谢谢大家的会员票，票票票票票，嗨嗨，大家刚刚生日快资讯呢？好啊，你问啊，你想问什么？问都问，想问什么？你懂吗？嗨嗨，谢谢康妮的彩虹棉花糖。今天全职要不要设罐头？哦，好啊，我今天结束再设。谢谢北园的桃花和果汁。哦，头发感觉超油，我天哪！购买的当下就要填资料吗？员工是购买的那个当下就要填资料吗？什么资料？他们说是购买当下就要填什资么料，资料？什么资料？晚餐吃完了吗？我买了麻油鸡回来，我想吃好多天的麻油鸡。谢谢林果的会员票，谢谢伟的桃花和果汁。商城付款方式有哪些？我们请专员为您解释。我去拿电脑。那个专员去拿电脑，等他一下。蛮多的，好像超商也有，ATM 也有，然后信用卡也有，你们想得到的应该都有啦。现在是哪一题？现在是就是你有什么问题？好，大家可以开始问问题了。谢谢林果的超甜会员票，对，是绿界的。先想要对身份证件，那他们有需要先填什么资料吗？对，LINE Pay 付款应该没有啦。来配没有，然后你要先付款方式哈，付款方式，大家可以先听一下。信用卡或网络 ATM，或者是 ATM 的虚拟账号，ATM 虚拟账号，对，或者是超商代码，对，超商代码，然后信用卡，然后网络银行，网络银行，网络 ATM，网络 ATM，然后跟什么虚拟 ATM。ATM 虚拟账号。哦，ATM 虚拟账号，对，公餐有超商代码，公餐，谢谢 Draken 的会员票，然后谢还谢有 Mark 的桃花和果资汁，料是不是？资料，对，超商代码可以哦，所以应该多了很多人可以来，资料的部分就是不用另外填写表单，不用另外填写表单。对，只要大家在订购的时候把你们的订购人的名字打上去，email 打上去，电话打上去就好了。就是基本资料打上去就好了。它上面会有栏位。没有了，没有公餐，没有公餐。供大家参考，供大家参考，好吗？如果有推广要怎么办？如果有推广要怎么办？另外不寄是到，领取的时候是凭身份证，只要是有编号的证件，因为等一下哦，因为这一次的号码是让大家自己抽的，所以你只要订的人拿到，对对吧？订购的人拿到位置之后，你可以拿去给你要推广的那一个人。可以先讲抽的方式，还是先不要讲？先不要讲好了，先不要讲。其实也没什么好，对，其实也没什么好就说的，抽啊。就是抽，就是很单纯，就是抽而已。谢谢游戏 Hero 的 会员票，放入购物车，没有，应该结完账才算卡位到，对吧？谢谢吉米周的香槟 Level 三，结完账。结完账才算有卡位到，就是抽。对，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就是抽。晚安，大家。一组身份证可以买两份，一组身份证可以买很多份，但是领谢谢取的时 Draken 候的极领速浪漫旅。证件，对，一组可以一个身份一个身一份个身份证可以买很多份，但是领取的时候凭有身份证字号的证件。有听懂吗？证。我没有听懂，他们懂就好了。大家有懂吗？大家有懂吗？请问有可能抽到山顶吗？不好意思，是平面，不会有山顶的问题。对，入场的话是看那个，哎呦，哎呦，我的刘海，哎呦，
哎呦，出台机啊！哦，谢谢抓坑的极速浪漫旅哦，不行，我今天要冲榜，我今天要很漂亮，但我看起来超狼狈的。我刚刚一直在弄那个生日会的东西，我整个人看起来很狼狈，然后去买了晚餐就更狼狈。大家对不起，让我整理一下我自己。几张？就是几张。谢谢抓坑的有让来守护永恒的爱耶。你说几张就是几张身份证，不是啊，因为一个人顶多就是一张身份证。你一个人是要有几张身份证，我就问。只要是这个本人的身份证证件就可以了。就是你订购，你只要订购的人一样就好，订购跟来拿的人一样就好，对吧？只要证件好就好。证件的。证件，凭证件。凭证件，对。哎啊！哦，我解锁新的 Face ID 耶！哇，我是不是当掉了？有吗？我有当掉吗？哦，我微档，谢谢看见甜心战士，谢谢明哲璇的甜心战士。网络可以，好，拜拜。哦，我解锁白色猫咪的耶，白色猫咪是什么？好正常哦，我以为是那个甜心战士。谢谢沙鹿的桃花和果汁，谢谢嘉宏的超甜会员票。谢谢大家的超甜会员票，谢谢光太的超甜会员票，所以大家有懂吗？就是呢，付款方式有，哇，严重卡痰。付款方式有超商代码，然后信用卡、网络 ATM 跟 ATM 虚拟账号，对。然后呢，位置可不可以多买？可以多买。你只要来的时候拿着证，你有身份证字号的证件，对吧？是吗？是这样吗？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对，其实蛮多，就是付款方式很多。就是如果是学生没有信用卡的话，也可以用超商代码缴费。就是对，谢谢阿荣的桃花和果汁。对，然后顺便跟今天刚来的大家说说，就是只要月榜有到9690就可以加莉莉的 DC 群哦。然后昨天的大家，因为我昨天没有看到那个有讯息，所以今天会再帮大家加入群组，对，谢谢大家，谢谢光泰的彩虹棉花糖，谢谢。哦，极度沙哑，谢谢，谢谢光泰的彩虹棉花糖。对，大家对于哦，好，我要来公布粉红蜜头叫什么名字了。粉红蜜头叫做大家要先 A 一下，谢谢。一五的桃花和果汁，哎，呀，哎，好，它叫做无线电力宝宝，耶！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公布呢？因为啊，如果先讲了，你们就知道。你们就会去查啦，我猜啦。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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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无线电力啊，它叫做无线电力。然后我通常的，就我会加宝宝，谢谢博成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游戏 hero 糖果大爆炸，对，吉祥物想到公司名称哦，不是哦，是公司名称先的。谢谢卡尼的糖果大爆炸。哦，可是虽然它叫无线电力，但是我某一天去办公司户的时候就，哦，谢谢装的甜心战士。对，谢谢婆婆的小号角，老板的手机剩，老板手机剩 5%， 然后员工手机剩 3%， 然后我们两个要办公司户，就是要办公司户。而且还是网络银行哦，虽然叫做无线电力，但办银行那个公司户的时候就没电了。不是，
不是，是因为这个公司名称，所以画了一个吉祥物，不是先吉祥物在公司名称。电力不足，对，电力不足，对，都没在行踪。对，虽然叫做无线电力，但对，手机没电。谢谢大风的彩虹棉花糖啊！大家可以拿出无线电力宝宝来看，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无线电力宝宝的部分。无线电力宝宝是我自己画的，然后呢，来，无线电力宝宝，看一下底。然后开个背景，跟大家解说一下无线电力宝宝。好，来无线，哇！谢谢抓坑的香槟，谢谢。对，这个是我自己画的无线电力宝宝。然后呢，其实它里面藏了一个电力。对，其实它的刘海不是七，对，它的脸其实藏了一个电力，就是这里。然后它是一个电力的形状，它是一个，对，一个电力。然后呢，因为，我可以讲说原本想要叫什么吗？公司。就我原本公司名字想要叫做嗨嗨粒子有限公司，然后奶奶就说，可是嗨嗨听起来不好听，然后呢，她就说嗨嗨听起来就是感觉以后会做不好，所以她就说你再好好把名字想一想。对，我要说嗨嗨粒子有限公司，我原本已经想好了，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谢谢。我有个中心的建议，要不要拿大汤匙就好了？这汤匙要喝什么时候？对，然后就是点，所以它这里有一个嗨嗨，对，也就是嗨嗨粒子，对啊，无线电力也很口语啊，谢谢。けど頑張る頑張る哈瀬さん頑張って。没有，可能是真的假的，应该是我刚刚吃玉米贝贝，玉米贝贝回路胶，太晚讲了吧，我已经播了13分钟，你还跟我讲说牙齿卡欸，会不会也太慢了？等一下我看不到，借我看一下，有卡黑黑吗？有啊，上面。哦哟，不会早点讲哦，黑胡椒卡在我牙齿上啊！这也有，我现在不在直播间吃玉米杯杯了。你拿一个牙签给我，弄不掉。玉米杯杯很可怕哎、欸、！Oh my god！胡椒粒，对，可怕是黑胡椒不是你吃的，对，可怕是加了胡椒，哎，这样还有吗？嗯哼，好，然后呢，我要继续解释了。对，开播前都要刷牙，被发现我刚吃玉米，对对。然后这里底下就是哦，然后这是无线，这个领结是无线，所以是无线电力。有看出来吗？有看出来吗？无线电力是不是看不出来？笑什么？是不是看不出来？然后这个窟里为什么要一个星星一个爱心呢？就是前额意见，就是你只会画星星跟爱心。闭嘴！闭嘴！就是因为对于大家的生写纸笔来说，就是星星跟爱心，对，所以要把它加上去。
无限有五条线，谢了。后来没有，谢谢庄颖的啾啾你哦。电力的部分是这里啦，就是他的刘海的部分是电力，对，就是这个，我一直很怕会弄到无限电力宝宝，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解释，对，很有巧思，对啊，因为我是名字，就是名字取好之后才来画画的。四条线是什么含义？没有什么含义，就是我的刘海。这很适合做赖贴图，电力是正常的，对不对？他以为是安全帽，哦哟，他不是安全帽啦。对啊，先想名字才画。无线电力很可爱啊。你有要喝吗？庄一文给你喝吗？我就跟你说我很饱，你一定知道什么事。我很饿。超烫的。你可以先吃肉。照镜子画了吗？谢谢嘉宏的带你去流浪，耶耶！谢谢嘉宏，嗨嗨，非你莫属。无限电力，无限啊，都没说无限的。谢谢卡尼的守护永恒的爱，耶、谢谢嘉宏的香槟，耶、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会，谢谢勇的带你去流浪，耶、怎么没有无限公司吧？突破盲点，谢谢勇。生日会相关接洽都是两人作业吗？是的，是的，基本上一人作业，没有啦，没有啦，两人作业，就是。有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就是我们两个在处理啊，就是那什么购票相关问题不是寄 Coolyworks 寄什么它叫什么我忘记了，购票相关问题是寄那个链接在哪里啊，购票相关问题即 Coolie Shop 090，对，就是想说分开，对，想说分开，不然就是那个接洽工作的直接被关包。啊，鸡的酒会不会跟你要冲突？没关系，吃得开心最重要。抽皮，可以知道周边什么还是秘密哦。不告诉你们哦，忘了问名额有多少，你们买完就知道有多少了。买完就知道有多少了，超厉害耶、期待可以办得好。谢谢哈特桑的告白气球，临时有事没到，会哦，会把周边寄给你们，对，会寄给订购人当初所留的地址，就是他的订购的时候会有一栏是填发票寄送地址。如果你当天没有到的话就会寄到那个地址去哦。对，就是会寄到你填的那个地址。090是李库里亚。李库里。大家现在别问，你们之后就知道更多了。一种吊胃口，当然，地址可以，地址可以留存居后领吗？可以啊，可以哦。但是如果你有来现场，就不会寄送喽。对，有来现场的话，就是现场领。动作好笑死，就在吊胃口，当然啊，胃口吊一下啊，我决定了。
我要去拿碗，太烫了。我要去拿碗跟饮料。大家之前是不是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说我很忙？那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很忙了吗？寄家里喂，一人当十人用，真的。大家觉得开心吗？还有生日会可以参加。不过不得不说，我的生日会真的是就是生日离得太近了，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缓冲。马上就开始着手去准备。为什么油拨不掉？我很怕把所有油都拨在我自己身上。呛啊！的呛！哎呦！你每次穿白色都是一定会用到的。还是我应该换一下上衣。第一名是 811K， 目前还没开播。对啊，是老板了。有些人寄家里也有生命危险。还在小心。白色就是做花用，不要欸，有一个问题。套件要洗的衣服就可以了。看白金。窗单柔软的飘逸，谢谢啊，沙鲁的桃花果子。iPhone， 谢谢冰特选的糖果大爆炸。我们要买 iPhone 还是生日会？当然是 iPhone 啊！买生日会，然后 iPhone 分期。耶、yeah ，终于了，彩虹棉花糖。不然怎么手绘？谢谢。设计零一，生日会不能分期哟、哦。对啊，应该不行吧？应该不行吧？生日会分期。你懂生日会收 iPhone 吗？你们敢送我就收。没有啦，开玩笑的。但到时候会有礼物规范，礼物规范大概就是不能送吃的，因为会吃不完。生日会能分期？请问你生日会分期是要分怎样？一个月100块吗？十二期，笑死了。隔壁的生日会可以收礼吗？可以。金钱限制不限，送啥都可以。要送我地契也可以，没有啦，开玩笑的。36、92，真的假的？分到下次生日会，计划通欸。12907要缴多久？送车钥匙，打火机。那我研究一下。哦，分期吗？但我记得是不行。对啊，应该不行吧？送飞机，你们可以送纸飞机，所有权转卖呢？不行吗？不行哦，不行。它只有定期扣款，没有分期。哦，它只有定期扣款，没有分期。大家，分期结束的那一天，就是他再次举办生日会的时候，什么意思？哦，正常是一次性缴纳，那大家不能分期哦。对，但是可以超商信用卡。网络 ATM， 然后跟 ATM 虚拟账号。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对，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就好了。好，不然你们知道就好了，大家。但我知道信用卡，也知道超商代码缴费。送纸飞机务必带回去，好啊，带啊，都带。超商很佛，很方便啊，每个月扣1290。好欸。赞助，
对，我只是想要多个库里。对，我就是库里魔人。为什么是1290呢？因为库里。为什么要9690呢？因为库鲁库里。对，我不管怎样，就是想要90结尾。毕竟自己也常刷卡。对呀，解释一个不知道今天 Grace 老板。对啊，就是我只要东西给你们就好了。面交呢？没有，没有面交。家里不要东西，不要。对，要送你送卫生纸，每个月收1290，笑死。对，就是执着仔。一堆卫生纸堆着，没有啊，大家一人一串带回家。有一只超巨的布丁狗，布丁狗。现在有谁在播啊？那个榜上，等一下要打比赛了。为什么对会看者很不友善？因为不是整数吗？需要一下卫生纸吗？哦，等一下，我想到了，不可以送体积太大的东西。对，不可以送食物，不可以送体积太大的东西，不可以送有时效性的东西。你说什么？是宠物之类的。不可以送会动的东西。对，不能送生物。好像遇过，好像遇过。对，不可以送生物。哎，没有宠物，之前那个啊，喜欢他们的交换礼物就送大柱啊。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送什么东西？这个要写上去哦，你不写上去是那个、哦，是我痛苦，是你痛苦哦。亲爱的，我怕你们寄那个搬一箱卫生纸来，那我都带不回家。1290，要布置外围的话要先申请。我觉得讲一下比较好。我觉得你们如果有对于生日会有什么想做的话，先跟我们说一下比较好，因为我们有安排一些，我们会用到外面的区域，所以可能先让我们知道一下。对，先让我们知道你们要用哪些地方，因为我们自己也要一个位置。对，想送猫咪给你哦，涵涵会很开心。就哦，可是家里的家具会很难过，送一个给涵涵不要，它够吵了。要搬家公司来不要，啊，真是给他搬家运费。生物不行不行，哎，什么意思？螃蟹龙虾送这个吗？不要生物，生物不要啦，也不太好。狐獴可以吗？不要，狐獴可怕欸，我上次去本本家看到狐獴。时效性没有啊，你可以送空白支票，你不要压日期就好了。大型电器用品，什么戴森吸尘器都可以。主题当然保密，什么主题？没有的话，算有主题吗？我觉得不太算，不太算，不太算。它就是我的第一场生日会。好啊，现在给我的开心，好的，谢谢平平。送花感谢他超开心，我不要 ，no， 我可能就是就没有睡觉的位置了。是猫咪耶，猫咪很可爱，但是不熟，不熟，不熟，我要养不活我自己了。我的洗衣机什么洗衣机？送 Mina 来呢？你说你要买票送他来吗？我觉得今天的酒味很重。为什么？还是因为我买的是刚好他出炉的时候？应该是。哦，今天好苦哦。感谢你特别邀请。
你捞出来之后搅一下。我有把油剥掉，那我觉得煎的比较苦，还是不够热，是吗？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煎的比较苦哎、欸。那我加热。嗯，超大熊熊说嘛，超大熊熊就是会说不收，主要是因为带不回去，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搬运它。我们再讨论一下，然后到时候发一个。对啊，人不在台湾哦。你有想要什么吗？想要你回来。要吃糖吗？什么糖？加热然后点火烧酒鸡是不是？再煮一下。对啊，我等下应该会再煮一下。但是你要先吃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买的。啊，对，好啊，就来火车。你后头来吧，跟你交换一下。你有吃到吗？我有捞一块起来，感谢。哦，小心小心小心！哎，对，不能用手摸，有点烫。谢谢大饼的超甜会员票。看你想吃什么糖，什么糖都好啊，有糖吃最好。当然会来抢人送，送飞机你回去也要花更多，为什么？香港人收到了，收到了，送提货券会不会比较方便呢？可以啊，好笑哦！我想看这次大家的创意有多么有创意，谢谢，射手座吗？谢谢射手座的随机人气票，谢谢勇的甜蜜气泡水。哦，真的到了吗？到啦！报告，黑翔要冲第二。我们的目标，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妈妈，谢谢射手座的人气票，谢谢。慢慢不灵够。如果大家收收会员票，收收糖果会员票，我来看一下。哦，现在第二名吗？我们只要赢过第一名就好了。为什么？讲的跟没讲一样。没有了，没有了。讲个没？没有了，第二名就好了，我们不要被超过就好了。超好笑，讲的真没讲。五个直觉蓄势待发，你坐哪里？不要这时候给下一个老板，超好笑。天下第三，有，我刚刚看到了，谢谢陆老板带你去流浪。可以啦，我们有奖就好。谢谢招财喵喵的桃花果汁，谢谢刚刚的彩虹棉花糖。好香哦，一定是因为到了我的睡觉时间了。谢谢勇的带你去流浪，对啊，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谢谢博传的桃花和果汁。你现在这么早睡吗？哦，是也没有啦，因为通常都下播之后继续工作。谢谢看你的彩虹棉花糖。睡觉时间，对啊，超想睡。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超大的一个
所以员工，嗯，以后不要买这家。我跟你说，它是蘑菇汤铁板的，就是它的蘑菇味超怪、欸。就我刚刚就是要买铁板面，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酱可以多一点嘛，他就说好啊，可以啊。结果他给我加了超多酱，然后我就根本变蘑菇汤面，你知道吗？不过重点是他的，对，他给很多，但他给的是他要拌炒下去的那个汤，不是酱，因为我原本想要酱多，不要汤多，然后他就有汤多，然后我看他在咬的时候，想说。也像变蘑菇汤面的，你知道吗？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没关系，我很饱。很微妙，可以拼拼的香槟六万。你吃一口看看，你体验一下我。嗨嗨，小齐王，你体验一下我说的微妙。是不是很微妙？它的酱的味道很微妙、欸，哎，怎么是甜的？就是很微妙。我有点不太会形容哎、欸，好可怕哦！是甜的酱哎、欸，我以为我回到了台南。好，谢谢卡米的彩虹棉花糖，老板台南人我不知道，尊重谢谢。白衣吃铁板面真的，白衣吃个夜市牛排更刺激，就它不是正常的蘑菇酱的味道。哇，好久，没有台南的酱是甜的，好不好？是不是？出去。台南的北藤龟很好吃，对，我一定要重口味。我刚刚很期待是夜市牛排的铁板面，然后这是我形容不出来，就是很甜的酱。好久，老板想帮你冲上铁板。谢谢卡米的糖果大爆炸，不是外送，不是。哦，我吃过最可怕的是什么根呢、啊？谢谢大饼的甜心战士，谢谢卡尼的甜心晋级，谢谢天宁的桃花和果汁。我想想看哦，很可怕的是，不是它是一个肉根吗？还是什么？在某一个圆环，然后它超级无敌甜。谢谢中影的彩虹棉花糖，对，它的根超甜，然后好像是深色的根，但我忘记是什么根了。谢谢刚刚的糖果大爆炸，谢谢中影的彩虹棉花糖。饭后甜点，甜的鱼翅根，我真的忘记了，它这种铁板，它也有铁板过，但就是很微妙，要抵达正常。但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喜欢去台南吃东西，台南的东西太好吃了。谢谢 Poco 的超甜会员票。最爱台南牛肉汤。就我每次想吃东西的时候，我都很希望我住在台南。谢谢 CKU 的带你去流浪。你是三个小写两个大写吗？对啊，我的晚餐很丰盛。我刚才吃了一个玉米杯杯，然后一个凉圆，嗯，还有吗？没了吧？啊，
它有个炸牛排。再讲下去要被说怎么那么会吃了。但我不觉得啊，我不觉得我吃很多哎、欸。然后我五六点的时候吃一个牛肉汤饭。我还念有下现在。谢谢巴瓦的守护永恒的爱，谢谢耶！早上我姐姐，我早上都没吃啊。牛肉汤，牛肉汤，牛肉汤，北藤贵，牛肉汤，北藤贵。双层绿豆沙，谢谢冰菜玄的守护永恒的爱。哦，还有豆菜面跟鱼皮汤，谢谢冰菜玄，谢谢冰菜玄的守护永恒的爱，耶！守护永恒的爱，哎呀呀呀呀！谢谢 Akira 的贴心战士，谢谢宝瓦的彩虹棉花糖，等一下会卡烂是不是？谢谢哦，第一次体验，好可怕哦！谢谢阿纯的甜蜜气泡水，谢谢婆婆的彩虹棉花糖，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大家。多谢大家，耶耶！谢谢冰霜雪甜蜜气泡水，谢谢婆婆的彩虹棉花糖。我好像很少这个时间播、欸，很少这个时间开播，但很常播到这个时间。谢谢阿纯的带你去流浪，谢谢。等下旁边的火箭玩吧，谢谢看你的甜心战士，谢谢沙鲁的彩虹棉花糖，谢谢婆婆的彩虹棉花糖。不想浪费两张券，好的。一定要来哦，等你。谢谢婆婆的彩虹棉花糖，花糖。谢谢四号的守护永恒的爱，爱爱爱爱爱呀呀呀呀，我的宝宝，爱呀呀。谢谢钟颖的带你去流浪，现场还可以买，对啊，哦对，现场还可以买。谢谢宝宝的棉花糖，现场还可以买当日券哦，现场还可以买当。卷乱结，哎呀呀！谢谢宝瓦的糖果大爆炸，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生日会。嗯，我才不会在家里。谢谢宝瓦的甜心晋级，当日卷太晚说了，怎么了？拍了事情吗？谢谢泡泡的糖果大爆炸，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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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现场流程很麻烦，要听到最后一步，恭喜恭喜！看那公告，感觉会塞车，不知道哎、欸。我就负责的时间到了，站到定点。谢谢泡泡的甜心战士，我只要负责记住大家就好了。谢谢 Pet 的桃花和果汁，大家如果就到9690月榜9690的话，就可以进莉莉的 DC 群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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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会有平常看不到的莉莉呀、啊，然后莉莉会聊天呐、啊，或者是莉莉今天吃什么，或者是还有什么，然后莉莉会拉迪赛。会有饭场，一直都有的吧？谢谢 Akira 的甜心战士。现场就感觉我消失，哎，有，我就是油枪滑掉，好，对不起，全部在同一个，不要这样。对啊，我要一直换房间，要一直换家。我如果都在第一列的话就好了，就不用一直换。谢谢国树的彩虹棉花糖，我东西就可以一直放在第一列之类的。哎呀呀呀呀，噔噔噔噔，哎呀呀呀，噔噔噔。谢谢嘉宏的彩虹棉花糖，布置要换没有，是我自己的个人物品，躺着卧。Hello 大家，啊嗨，谢谢你来，结束一番。你有犯傻和施压两种模式不一定，好吧？那你们喜欢哪一种？让你看看不同的风景，
你说躺着卧吗？排队可以顺便偷看隔壁脸，哈、哦，母汤哈。十二卷人，原来如此。来找我啊，来找我， yeah, 来找我，都来都来。谢谢国书的桃花和果子，第一次为很难让人讲话，不会没事，我会一直跟你讲话的。谢谢国树的桃花和果子，谢谢。Yeah. 哎呀呀呀呀，我的宝宝，耶耶耶，噔噔噔噔。喜欢被栗子施压，你们好奇怪哦。施压，睡颜欣赏会，嗨嗨浓眉。问就是施压，犯傻物理的那种。那、啊、我带一碗白饭去，但是没有割半人，耶！终于不用喊到破喉咙了。哦，谢谢林果的甜点城堡火箭，耶！截图小队，你帮忙截图吗？我等下你在忙，好吧？耶，有人截到吗？可以给我。耶耶耶耶耶耶！然后截到图的可以给我，谢谢大家，阿里嘎多，感谢感谢。感觉就很可怕哎、欸。感谢谢谢林果、yeah. 感谢感谢别人都有录影哦、oh, 好 OK 我再自己去截图你带了白饭确定能撒出去而不进你的口中，肚子饿的时候吃个两口，感觉最后很可怕。我也觉得旁边那一条已经在飞了，可以补档，补档补起来。总之，第三目前成放弃状，什么意思？放弃状是怎样？哎呀呀呀呀，我的宝宝！哎呀呀呀，噔噔噔噔。你是不是双开？什么双开？什么双开？我想放音乐。哎呦，我抽大声，吓鼠人！状态简写，我很懒，什么我很懒？嗨嗨 ，bro！ 开个变态题啊！开分身探查题型，谢谢 bro 的黄金四叶草。算了，吓鼠，真的吓鼠，对不起。好，我好好播播播。播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耶，而且听到大家就是说我很认真在就是接下来的就是未来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很开心。对，笑到对不起 Go man。 对，就是听到大家说我很认真，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种大家就是认可的感觉。旁边等一下火箭鱼要来了，好可怕、哦！等下就啾啾啾啾啾啾啾，好可怕！谢谢林果刚刚的火箭，耶耶耶耶耶耶！嗨，哥哥，你这个是工作狂，我，反正就只剩十分钟，什么只剩十分钟？你有比赛吗？还是什么？你说剩十分钟很可怕的那个吗？谢谢大饼的甜心战士，耶！记得吃饭，吃完才吃药。好的，好 ，OK OK， 好的。先睡了，好 OK， 晚安 ，Gordon。祝你有个好梦，梦里全是我，还是这样子会吓醒？好的，会的。
我怎么会？应该不会，因为各种原因，对，应该是不会拍。记得带水出门，好的。你会很晚吃饭？对啊，我现在都没有在规律吃饭，都忙完才吃，绝对忘记吃药，不会忘记起床，这个就不会了。OK。饭都在哭泣了，真的。那我今天吃到饭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啊，好开心，我吃到了。记得吃药，没有，我很正常。好了，我要吃药，感冒药。球队我有要来握手了吗？感觉可以问一下。好，好的。我要很担心第二天的握手会，就是我很怕我换衣服没糊。感觉真的会被糊哎，每部都要换的话，确实有机会。对啊，强装。那他们应该就要给我固定的那个固定的位置，笑死。所以下一步别换了，不行，我每一步都想穿。有点晚上吧，大家在等截止才去关门，笑死。他上次上班记得他防中暑准备哦，真的假的？很不冷哦，30分钟有点干，什么东西有点干？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换步都不到30分钟哎，就是。如果有比较晚关布的话，就是基本上会马上再接着下一步抢装。谢谢北原的带你去流浪，谢谢的北原的好多带你去流浪耶、yeah, 感谢，谢谢北原耶、yeah, 谢谢北原的带你去流浪，流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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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谢谢北原，感谢大家。如果想要入群，可以趁今天。谢谢北原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可以趁今天哦，哦，好多台。谢谢北原，耶耶！哦，本月段位升至巅峰星光，哇哇！到时候会变成真例子，我觉得有可能。我是不是要就是自己带降温的东西？对面有要支援火箭，天哪，天哪，好可怕啊！嗯哼哼，怕，好可怕，太可怕了。然后现在但第四名有要挤来第三名吗？应该没有吧。谢谢北原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请支援输赢，请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吗？麦当劳欢乐颂，谢谢北原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北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吗？麦当劳欢乐颂的梗图。麦当劳欢乐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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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期待看到大家！哎呦，我一直很想，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跟你们说，就是有这些活动啊，就是有生日会啊，然后就很想要看到大家，然后可是就不能说啊，因为时间就还没到。对，串门那一张，对，没错，麦当劳欢乐颂。谢谢在红的甜心晋级，活动前一天都睡不着，很开心哈，很早就说了很棒。对啊，大家我这个时间说还可以吧，
这样你们就没有不能来的理由了。现在就说出来，准备为什么？这样大家就没有借口不来了。打勾勾都要到哦。身在国外的朋友们哦，好吧，真的会努力到，谢谢勇。一六五八去，好啦好啦，没关系。如果有就是真的出现意料之外的好事的话，还是可以来一下，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确实还有多一些时间可以敲，对吧？我提早跟你们说。我原本还想要更早，因为我自己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巴，我很想跟你们讲。就是因为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心思在这上面，就我好想讲，我现在在做什么都不能跟你们说。可我那时候已经排班，对呀、啊，已经得到了好吗？谢谢天灵的桃花果汁。我这样怎么找借口不到呢？不行哦，已经很早了。能够代表悟道可以吗？不行，不可以，一定要人道。你跟你的帽子都要到。谢谢 AD 的桃花和果汁，谢谢。如果被秒杀，应该是不会啦，我想应该是不会啦。谢谢 AD 的桃花和果汁。只能说抢不到票，不会，你们放心，不会有抢不到票的，相信我。多少就开始计划，很早，真的很早。谢谢益生菌的带你去流浪，谢谢，感谢感谢。可以托人替我捧照片过去吗？当然不行啊。嗨嗨柠檬，下飞机应该卖完，不会，你们放心，真的不会。我都觉得我如果就是对，好了，不要讲，反正你们自己去抢票就知道了。第一名没开，他可能已经就是觉得可以了，可以了。他可能觉得他很稳了吧？他不是什么81万吗？哦，谢谢光泰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哦，谢谢光泰的好多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光泰，谢谢光泰的好多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光泰。哦，第四名忘记，哎，这多开的停哎，谢谢光泰，谢谢光泰的带你去流浪。哇哇哇，谢谢谢谢光泰的带你去流浪哦，陪你看世界，天哪，谢谢谢谢光泰耶，好可怕哦，感觉等下旁边要可怕了。谢谢光泰，谢谢光泰的好多带你去流浪耶，谢谢谢谢谢谢光泰，耶耶耶耶，倒数了，好可怕！谢谢土司级的天星战士，哇，旁边已经在。谢谢刚刚的天星战士，谢谢大饼的天星战士，谢谢中影的天星战士，谢谢小雨木的彩虹棉花糖。哦，旁边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在飞飞飞了。现在其他榜的竞争哦，谢谢嘉宏的彩虹棉花糖，谢谢小木的彩虹棉花糖。什么第十？完了，什么第十？谢谢谢谢小木的桃花和果汁。什么什么完了？什么完了？什么意思？刚刚的第十冲上来了，冲到三了，哦，太扯了吧，好可怕啊！他该不会要冲到，他该不会要冲到一吧？我这次选哦，我这次选007，
哦，结束了，过十二了，第几名？第几名？他中到啥？第二，耶耶耶，第二名，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Lucky Seven， 爆冲到啥？好可怕哦！谢谢大家，谢谢我的掌声鼓励，谢谢，我想看，我想看。嗨嗨 BK， 谢谢刚刚的掌声鼓励，嗨嗨阿纯，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谢谢陪我冲榜的大家，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耶，谢谢，我来看一下，结束了对吧？哦，就这样挤下去了哎。刚刚是不是吓一吓死？我也差点吓死。嗨嗨，明明，瞬间6000加彩金，谢谢大家。因为我还在说太医了，真的没有想到第十名会冲上来。感冒，今天就比较好，今天没有在咳得那么严重。耶、yeah ，开心。好期待自暴自弃，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的，谢谢大家的贡献，我会好好回馈在你们身上的。我故意に落ちている胸を刺す，我好好贡献在大家身上的，谢谢大家。是有看都在看你。以前看主播不要哭，这真的很可怕哎、欸！生日会资金加6000，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招财喵喵的红玫瑰。不知道你还能待多久星星组，感觉可以一直在星星组吧？谢谢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谢谢大家陪我，谢小开心快快乐，为什么？真的真的很可怕，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照顾我。旁边火箭通常跟星星组没关系，那个火箭太可怕了。先想想本第三哦，刚第十四只，什么第十四只？绕了一圈，哈，这样我突然很好奇，害我一想就滑一下，第十四只。奈太不的给，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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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非常感恩。祝你那的哟，耶，安逸你。我来看一下，得带心。嗯，悔しくて，可以准备收工了，哈，这么快哦？我想说我要跟你们聊天呢，我原本预计要播到一点呢，但他明天是不是要上班？谢谢冰冰的告白气球，谢谢。对大家，如果近期有丢活动礼物有超过9690的，记得私讯我的浪 life 账号。会有专人把你加进 DC 群哦，会给你连接，然后加进 DC 群，谢谢大家。你挂这名字的话，我就不妥。哦，你说会被拆是不是？谢谢 Jack 的冲浪失败，谢谢阿抓，您的喉咙，上班是另一回事，追直播就重要是不是？对，本月榜超过9690的 Mina 桑可以私讯这个账号，然后就会有专人给你连接，就可以进 DC 群咯。不然的喉咙器官，对啊，我都虐待他。不想知道谁明天没有上班哦。也是，很正确。倒数一分钟80只，谁？你讲一下名字，搞不好听过啊。目前的收益没下来，会升潜力组，真的假的？
看到跨日就给下班哈。可是我觉得大家陪我冲榜，我要陪大家哎、欸。不然我们播到十二点半，我再陪你们聊一下，好吗？我们约定个十二点半，啊，再聊一下，然后大家打一下内容，不用上班，怎么那么好？少しだけ，下个月就没这么轻松了，太可怕了。对啊，我可以啊，我可以。之前月赛直接冲到第一，刷手大佬都傻眼，八十只哎，真的是傻眼哎、欸。学府啊、哦，然后就一点了，不会不会，没有其他事，休假，很棒。月赛奖金更多，蛮正常哦。谢谢大家6000加钛金，谢谢，非常感谢。要看活动哦，对啦，嗯，糖果我应该不算大的。这一关的，好好好，9690，9690，好。听了有看马后杂志拍摄的哦，可真的就是真的是很大的奖励啊，就是对，就是会想要上杂志，或者是我在喝椰奶西米露。青草之夜的那种蛮正常的吧，我在青草之夜现场看过就知道有多么的可怕。之前日本那边不是有很多就是丢礼物的比赛吗？所以他们丢的有比这边可怕吗？因为神仙打架，他都说火箭面不改色，太厉害了！我们看到火箭起飞就很感动了。说火箭面不改色，对啊，哦，也是很凶哦。看起来不需要那种见面本身气质就够了，没有也要有机会啊。我也想拍拍看杂志或者是衣服，就是目录的那种，或者是就是我一直想往时尚再多涉略一点，对，我想要多一点，我想要就是大家对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帝王镇这些超人好可怕，贴他连发，哎，三应该没这么夸张。贴拍杂志没有，是因为我美的如杂志，塔子四分之一哦，是吧？是没错。五千电力出版社。哦，塔3000哦，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超绝望的，我说我到底要怎么办，倒数第三名哦，10000日币，原来莉莉的人生最黑暗，倒数第三名，哎，好励志哦，好励志，我每次都觉得我的过往很励志，不知道堂堂的各位有没有，就是会很好奇，就是后来就是比较后期认识我的大家会去了解以前的这些吗？时间久加成，加成什么？真的绝望，老实说，我也觉得很绝望，就是。播只为了不要名次再往后掉，
怎样算后期？我觉得可能会以研究生时期跟，因为我其实是二单的时候才有上来耶，虽然我也不知道二单我握手好像是第一名，二单的时候握手是第一名。有人用策略来冲，什么策略？有档案就很容易了解，可是我觉得那个心境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那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绝望，然后但后来就觉得，就是还好你没有陪我撑过来。我真的觉得，我如果当初就是大家没有发现我，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也是靠你们推上来的。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应该，对，应该会只站在最后面。喜欢看你升格的影片是吧？那真的是哭爆哎、欸！免费星星一小时可以去搜一次，再去一小时观众看哦。或者我就放黑历史不要看啊、哦。如果他没有看到我说不要在五十分钟的柯南，真是尴尬到爆炸。对啊，那个绝望，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加开，就是我们会申请加开嘛，或者是实现加长。然后我每一次实现加长，只为了名次不要再往后掉，然后就觉得好痛苦哦，就是只是为了名次不要再往后掉而开播，然后每一次直播都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好尴尬哦，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要怎么样让大家喜欢我？第一首蛮喜欢的偶像剧，还不入坑啊，耶娜，还不入啊，还不到365天，根本超级菜鸟。没事，有入坑都好啊。但我真觉得超危险。怎么讲？我觉得我真的是被粉丝们救上来的人，因为我甄选也超危，然后之前也那个打那个 TGC 比赛的时候也超危，应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也是挺强大的，我可以从倒数第三名打到这些成绩。老人讲古，谢谢小猪公长不胖的红玫瑰。他是不是上次被你送酒才不入坑？什么意思？不能那么轻易入坑吧？那你入，那你通常入坑一个人的点会是什么？把这一次变真的，我的头发要断光，少一撮，头发要断光。后面才知道你的名字，吓死我！真的，而且第一个就是韩寒啦。不用了，五十分钟柯南看完，五十分钟柯南，我真的是觉得能看完的人非常伟大。就是我其实现在完全不敢回去看以前影片，因为这讲话太尴尬了，怎么可以有人讲话这么尴尬？就是这么无聊又这么尴尬，然后讲话又很没内容。没有，我到现在还是一样。但我就已经好很多了啦，三个晚上才补完历史，历史超久超久远。有人推荐我看你直播，你说就是来看看这个人有多尴尬吗？可以在直播间乱讲话，我哪有乱讲话？他是工作还是直播但不会睡着？不推荐睡前 podcast，
我是建议不要虐待自己。几个月都不会录一下。小心是没看到跟直播。喜欢也很好，不一定要入坑嘛，没关系。我相信未来你再继续关注下去，总有一天会有某一个 point 会让你入坑的。但我觉得可爱，网络上都找到吧。还有那个很尴尬的甄选影片。干嘛放我咳嗽的照片？力很坚持，当然，我要立志让所有人成为糖糖，入坑吧！哒哒哒哒哒哒哒，确实哦，确实，五年后的李佳丽，哦，哎，五年过去了，都有从学生出社会的了。我也是，我也是，好可怕！我什么意思？我这样，我两年前就出社会了，五年后二十，提干两年要退两年，对，我是老板了啊！我现在电力宝宝可爱吗？大家，你要先叫你老板。你变老板，再五年就30了。我再五年就27的，26还没27。五年后当老板 ，Hello， 五年前的李佳丽，五年后的我当老板。他不是粉红利头。17的你有觉得你自己是老板吗？没有啊，17的我觉得我是 center， 没有人当上 center 了吗？跟妹妹一起上选拔了吗？好了，勉强算有了。但有当上 center 吗？还没有，还没有。当上董事长了。我已经当上了老板，那听起来好励志哦。还没有，但我先开螺丝。哎，布丁狗，有人叫你逼我录给五年后的自己。好啦。开始打哈欠。当上 top， 哪有 top？ 我哪有 top？ 我都被说不算 top 吧。对啊，五年后好啦，这算另外一种成就吗？五年前的李佳丽，五年后的你开了公司了，然后粉丝还称无限电力宝宝叫做粉红利头，你一定想不到吧？对，因为我也想不到，怎么会粉红利头那么难听的名字？那什么事啊？剪剪盲念呢？12:30，大家赶快打内容，大家赶快打内容，嗨嗨佩啦！他的底下有多人了吗？如果五年后还是这个编制的话，是可怜呢。你这样，我这样算 top 吗？算吗？我算 top 吗？员工原来像是圣贵，笑死！公司的 top， 对，我现在是公司的 top， 我的公司的 top。别人接下来没有钱钱，怎么签？对啊，算了啦，没关系。我现在也算是唯人生胜利了吧？什么资产？没有。我就只是一个为了我自己的未来而努力的一个小女孩，应该都还有5%股份，自己组女团，我自己组艺人的，艺人就不是团了，可恶啊！
他们没人可撼动。谢谢 CKU 的掌声鼓励，谢谢。公司 C 位，别忘了奶奶，不会的。自己组团，自己站 C 位，圆梦。团体一人，然后永远在 C。五年后组女团，五年后开自由品牌服饰，没有人说不能一起啊。可是27岁的，还有人要看吗？搞不好跳舞的人就不是我了。在我最顶层看着外面，这看起来，这怎么听起来不太吉利呀、啊？那时候你不是团体，我就说我要帮我自己取个名字，然后叫做团体，什么什么团体，对，然后那个团体人数一人，再不让我再跳舞了。Solo call， 我也希望宣布一单选拔，没有啊，可是他是神的存在 ，Yuki 林长是神的存在，跟我们不一样。27岁没有啊，米娜看起来就不像27岁，说米娜年纪比我小都不意外。然后自己邀请来宾，应该大家也是在走出去。没有，你的刚那段话叙述很像站在顶楼这样子，不是自称女生，女生哦，对，要念榜，大家都打好了吗？打好内容了吗？来念榜喽！还是要再次感谢大家陪我冲榜，非常感谢，感谢坐在石上没有、哦、我是指甲翘起来，对，就是指甲断掉，然后翘起来。我可以不要报告吗？不行，落地窗前，然后拿着一杯红酒还是白酒，然后这样，布丁狗来报告一下最近的业绩。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啊，这个月的业绩啊，好像少点什么，再去等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应该会好一点。好，只有布丁哥一个，我们要指甲断掉。超好笑的。主播有点怪怪的，天台楼顶，对，风好大，哇，好害怕，好害怕。好啦，念榜啦，念榜，第一名是林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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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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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果，谢谢谢谢林果的火箭，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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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耶！谢谢谢谢林果，谢谢林果果。早点回家，记得吃药。好好，我不是早点回家，是你要赶快回家。对，不，你有家先赶回家。我到底讲什么？好，我会记得吃药。哇，我直接呛掉。好，我会早点休息，然后会记得吃药。我等一下去喝麻油，麻油鸡，喝完就吃药，然后睡觉。耶，好啦，辛苦你了，谢谢，辛苦了，谢谢林果的火箭。赶快洗洗睡，感觉你也超忙的，洗洗睡。姑奶睡觉噼里啪啦碰。好，对不起，有点尴尬。谢谢谢谢第一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耶、谢谢。第二名是抓坑坑，谢谢抓坑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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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二名的抓肯肯，谢谢抓肯肯。过去无法参与，未来绝不缺席，早日康复，一切顺心，无限接地。饮料，对不起。谢谢谢谢抓肯肯，谢谢第二名的抓肯肯，谢谢谢谢第二名的抓肯，耶、谢谢抓肯肯，谢谢第啊、对，谢谢抓肯肯的陪你看世界，谢谢谢谢谢谢抓肯肯，耶、感谢感谢，第三名是冰车神，谢谢谢谢冰车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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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三名的冰车神，谢谢谢谢冰车神。一档事业越做越大，想替你而且无限电力，创意无限，无限电力要拥有无限电力，利益潜能大放异彩。你就是最棒的人，就你让我励志。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每天都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无限电力。You are the best coolie is away. You are the best coolie. Best coolie is away. 在这边，爱你真就是什么？晚安，谢谢，谢谢冰车神，谢谢第三名的冰车神，谢谢，谢谢，耶，鲁皮呀，耶，谢谢，谢谢冰车神，感谢，也要每天都充满着力力哦，谢谢，耶、yeah.。谢谢第三名冰车神，第四名是光泰，谢谢谢谢光泰，光泰也辛苦了，谢谢刚刚光泰的好多带你去流浪，早点休息晚安，光泰也晚安，早点休息，每次看到都要学一次那个河豚，谢谢光泰，谢谢第四名的光泰，耶、yeah, 感谢，要继续爱莉莉哦。第五名是康妮，谢谢谢谢康妮，无限电力宝宝真的好可爱，对不对？这是我被夸奖过画过最可爱的东西，因为本人没有什么绘画天分，所以能画出无限电力宝宝，我觉得是已经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了。好，我手绘来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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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吃药，好好休息。你知道大家都打记得吃药，好像就是。对，好，我会记得吃药，我会赶快把感冒养好。对，不要再被大家说记得吃药。好，我真的很怕我等一下麻药鸡喝完，然后我就忘记吃药了。一定要记得的吧？谢谢第五名的康妮，谢谢谢谢康妮，谢谢第五名的康妮，耶！第六名是宝啊宝啊宝啊，今天少发言中，不可以啊。不可以，不行，忽近忽远，为什么还可以忽近忽远呢？你就在看别人还忽近忽远，可以下一位了没有？我没有要给你下面一位，哎，下面一位啊，对不起，不要乱玩火了，刚没讲都没事，开始乱玩喉咙就有事。谢谢第六名的宝啊，谢谢谢谢宝啊。第七名是北恩，谢谢谢谢北恩。因为小超还卖我的票，因为我在剧票中，谢谢谢谢北恩，生日会见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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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会好好保护喉咙的。对，留着市场应战会好好撑下去，用满满的动满满的活力来就是迎接大家的。好，我会多喝水，耶、yeah。喝水会不会买不到我？好 ，OK OK， 好，我会好好握的。嗯，抱歉去不了，不会，没事。那就两天，但两天不会每步都握，但应该会两天都见吧。哦，那个我的大合照在最后一步的几点啊？我的手机在这里。啊，我最后再讲好了，我最后一次讲。谢谢第七名的北渊，谢谢。第八名是四号，谢谢谢谢四号，耶、yeah! ！
毛心好紧张，你紧张什么？你哪里萌哪里心，我才萌好吗？后天我会处理的，好哦。哪里萌心，我才萌心啦！谢谢谢谢第八名的四号，谢谢谢谢四号，谢谢第八名的四号，嘿嘿。第九名是勇，谢谢谢谢勇，谢谢勇，你都不打内容哦，你可以去那个个人简介修改一下，就是内容，然后我每次都会点开来看，就是点开来，然后就是看一下，就是你有没有想要跟我讲的，所以下次可以修改内容哦，谢谢谢谢第九名的勇，谢谢谢谢勇。第十名是阿春，谢谢谢谢阿春，今天辛苦了，不会，谢谢大家来看直播，期待生日会，我也期待哦，就是下周有人跟我讲生日会了，我就每天都好期待，希望到时候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谢谢第十名的阿春，谢谢谢谢阿春。第十一名是泡泡，谢谢谢谢泡泡，希望今天能顺利度过，还是我。没关系，没事，我平常也长这样，有工作的时候才会有力量。可是熊猫真的很可爱，你大家觉得熊猫可爱吗？因为我超喜欢熊的，我就会觉得他们很毛茸茸，然后很可爱，喜欢。谢谢谢谢泡泡，谢谢你现在都不打内容了，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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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谢谢。第十二名是钟莹，谢谢谢谢钟莹。第十次开播哦，第十次开播了，第十次开播我也拿到了第二名，谢谢大家。星星组的第二名，糖果榜的第二名，耶！叶子卡哇伊，无线电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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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名片，好，我没有名片。好，会早点休息的，谢谢谢谢钟颖，谢谢第十二名的钟颖，谢谢谢谢钟颖。第十三名是嘉宏，谢谢谢谢嘉宏，恭喜莉莉当上老板。我现在你宝宝真的超可爱，对不对？这个可爱的人想 AKA 董事长，现在 AKA 后缀是董事长了。好，我会吃完药早点休息，多睡觉的。好，再多演剧。再多打一点花式，继续花式称赞，可以的，喜欢，我最喜欢大家的花式称赞，每次大家称赞就心情很好。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嘉宏，谢谢谢谢嘉宏。第十四名是游戏 Hello， 谢谢游戏 Hello， 谢谢游戏 Hello 都不打内容哦，你怎么都不更新一下？你更新一下，我就可以跟你聊一两句啊！你都不更新，更新就可以聊天了。这怎么好像什么某 app 的推广？更新就可以聊天了。没有啦，记得打内容，来聊天哦。谢谢第十四名的游戏 Hero， 谢谢谢谢游戏 Hero。第十五名是 Kami， 谢谢 Kami Kami， 辛苦立董，大家都叫我立董。我是李董，也是李董啦，那能不能就看缘分，希望可以。为什么会回到期待这边？我也期待，大家可以好好期待的之后的所有东西哦。谢谢谢谢 Kami， 谢谢第十五名的 Kami， 谢谢谢谢 Kami。第十六名是大风，谢谢谢谢大风，恭喜第二名，希望会我会继续加油下去的。超老三块就无法参加了，然后的下个活动哦。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哦，因为票卖到10月31日。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来参与一下。那管理的红也很烦，期待的不期待的中文交流没事啦。如果就是肢体语言也是大家都会的，大家照顾好喉咙没问题。我只是很想喝麻油鸡而已，嘿嘿。明天早上早午完了，太辛苦了吧？对不起，把你们弄到这么晚还没睡觉。无线电你有没有笑？没有笑，因为无线电离我自己手机都会没电，99.9%。
会被施压，你要被谁施压？已经要100%了吧？还有差这0.01%的吗？听报告还在喝酒，开始累了就会呛。直播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你们还在这边给我辛苦了。老板价码价码什么？李总价码3000，没有。很开心，看没有乱看，乱看。谢谢安莎卡拉卡的缘分相遇，谢谢哇哈哈的香槟彩色版哦，我没有看到，谢谢哇哈哈，谢谢，被叫美女好不习惯啊，谢谢射手座。那我们这样介绍一点工作，不行，我要努力的工作。名片上面写董事长还是社长？没有名片，无株式会社无线电力社长李佳丽，小舅，李代。0.1，完了吧，我的数学，完了吧。晚安，拜拜，好啦，也19:30哦，对，要跟大家说握手会的时间。我来看一下哦，我来看看。我的时间是粉丝集合时间是7:30到7:45，礼拜天的7:30到7:45，然后正理跟大合照时间是7:50，对，大家都要来哦，都要来哦。跟最后的李丽丽合照哦，不可以先回家哦。那到时候看还有没有？对啊，票卖到10月31，所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大家都可以来找我哦，耶、yeah ！好啦，会立刻吃药啦，喝完汤就吃药好吗？这中文数学真的，很快就忘了。忘了吃药，好啦，谢谢大家，谢谢。他这次来得及，一定打耶、yeah ！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陪我冲那个陪我首榜，然后第2名，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到现在还爱着我的大家，然后生日会也要来找我哦，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好，会记得吃药，耶！拜拜，爱各位，耶！拜拜，耶！没有关到，拜拜。